他不捏造一个罪名，就把我们发配到这儿干苦活。他那是管理严格好吗？零零七，你真是个奇葩呀，被人虐了还替人叫好。他身为老板，管理严格难道不应该吗？没毛病啊。行，你是明白，你有理，我说不过你哈，我自认倒霉。